在我们这些慈济的师兄共同努力之下呢，可以把这么肮脏、这么不起眼的这些垃圾，好，当然它是资源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对这些脏、很肮脏又不起眼的这些资源呢，大家都是视而不见。但是呢，经过我们大爱感恩科技的这些巧思还有用心，竟然可以变成一件一件这么高尚又这么舒服的一个服装。所以呢我觉得大爱感恩科技真的很了不起，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化不可能为可能。好，那大爱感恩科技的这些用心呢，我相信以他们的投入，会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世纪呢，我们人类的生活会有很多的向上提升，会有很多的改变。